只是童年的陪伴。故事是成长的教练。故事是一场梦。故事是真实的生活。我喜欢写故事。我喜欢写故事。我喜欢讲故事。我喜欢讲故事。我喜欢讲故事。故事大会精彩呈现。哇，从前有座山，它叫五指山。山上有个庙，故事真奇妙。故事大会开始啦！大家好，欢迎来到芝麻开门故事大会。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科幻故事和魔幻故事。科幻魔幻都有一个幻字儿，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们分开说呢？相信通过今天的故事，大家也会发现科幻和魔幻究竟有哪些不同。今天就让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第一位故事大王葛静老师，有请。老师的数学课，这个故事当中的女主人公啊，叫做幸运。她呢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所以她第一天去学校的时候，其实心里特别紧张。那我想在场小朋友们都上学了，是不是？嗯，有的时候你可能回忆起自己第一天上学的情景，还能想起那种又紧张又新奇的心情。所以幸运走向学校的时候，他一直在想，我会遇到什么样的同学，我的老师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哎，就在这个时候啊，他身旁有一个小男孩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你好幸运，你是第一天上学对不对？幸运回头一看，哎，这个小男孩啊，耳朵大大的，眼睛黑亮亮的。他就问他，我不认识你，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呢？啊，这小男孩说了，我呀叫兔精灵。幸运想，这肯定是你的外号。哎，哪有一个人叫精灵的呀？那这时候小男孩啊，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书包，他说呀，我今天为了上数学课，我带了很多很多重要的道具。他打开书包一看，哎呦，这里面的东西啊，跟幸运书包里的完全不一样。他的书包里居然装着雨靴、帐篷、捕兽网、手电筒。哎，幸运奇怪了，说为什么上数学课要带这些东西呢？这时候兔精灵告诉他说，你不知道吗？我们的老师可是一位恐龙老师。哎，这时候幸运忍不住想，如果是恐龙老师给我上课，我肯定不敢走神儿，因为我一走神儿，他就会冲我哈、喷火啊！而且呢，我一定要按时交作业，如果我不交作业，他说不定一生气就把我吞到他的肚子里去了。就在他走神儿这么想的时候，哎，那个叫做兔精灵的小男孩却一眨眼就不见踪影了。那么当幸运走进教室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原来啊，这个叫兔精灵的小男孩就是他的同桌。这个兔精灵冲他眨眨眼睛说，你等着吧，恐龙老师就要出场了。他听到走廊里啊传来了咔嗒咔嗒的脚步声，哎，出现在门口的不是一头绿色的大恐龙，而是一个穿着绿颜色连衣裙，很温柔很漂亮的女老师。那这个时候幸运问兔精灵说，你骗我吧，明明不是恐龙啊。但是老师的自我介绍却揭开了这个谜底。老师说，我的名字啊叫孔融啊，是孔子的孔，芙蓉的蓉啊，所以呢经常有人叫我的外号，管我叫恐龙老师啊。我们今天要上的第一节课呢是数学课啊。这么说着，他就拿出了一大排的数字卡片，说要想学好数学，首先呢你一定要把每个数字的样子都记得清清楚楚。
当他拿出了数字一啊，来问小朋友们说：“你们觉得一的形状像什么呢？”啊，可能很多在座的同学都在想啊，有点像铅笔，有点像旗杆。但是啊，这个兔精灵却突然跳起来说：“我觉得一就像火山喷发。”他这么说完呀，那个写着一的数字卡片突然闪闪发光，上面那个数字一啊变得红彤彤的。这个时候，那个恐龙老师急忙把那个卡片扔到了地上，说：“哇，这个卡片变得好烫。”当这个卡片落到地面上之后，这个地板，教室的地板就开始哒哒哒哒哒的抖动了起来。那么教室的中间呢，鼓起了一个大包，就好像不断的有气体冲进去，那个包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竟然变成了一座小山。最后一股气体啊，从这个山头冲破了，啊，里面呢还传来了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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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冒泡的声音。你们知道这是座什么山吗？对，居然是一座火山出现在教室的中间了。这个时候啊，兔精灵急忙打开书包，他呢给幸运戴上了一顶消防员的帽子，也给自己戴上了一顶消防员的帽子，说：“现在我们要赶紧去帮助其他同学，因为这一座火山就要喷发了。”他打开书包，他的书包里啊原来装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雨伞。这个雨伞能挡住岩浆吗？幸运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啊，没有别的道具，只有雨伞了。他就和兔精灵一起发给每位同学一把雨伞。发到恐龙老师这儿的时候呢，他发现只剩下一把小纸伞了。恐龙老师说：“幸运，这把伞还是留给你吧，我是大人，我不怕岩浆。”那幸运说：“老师，我有消防帽，这个伞还是给你吧。”他们俩这样推来推去，推来推去，那把纸伞擦啦一下撕破了，他们俩谁都没有伞了。这个时候，那个岩浆咕噜咕噜的声音变得更大了，轰的一声，这个岩浆真的从火山当中喷发了出来。红色的岩浆喷得满教室都是，还有一些洒向了同学们。那么这个恐龙老师急忙抱住了幸运，用他的手臂呀挡住幸运的小脸儿，怕这个滚烫的岩浆烫伤他。这个时候呢，很多岩浆就落到了恐龙老师的脸上。那么幸运急忙去摸他的脸，说：“老师，你是不是被烫伤了？”哎，他在摸的时候，他发现有点不对，这个岩浆摸上去一点不烫，温温的，而且呀，他好像还闻到了一股草莓的味道啊！他忍不住啊，用手指头蘸了一点岩浆，放到自己的嘴巴里，尝了尝。哇，原来呀，这个火山里喷出来的不是岩浆，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草莓酱。对，是加热过的香喷喷的草莓酱。那么他们班同学一看到这个情景也特别高兴啊，有人当场就从书包里掏出一块面包来啊，抹上草莓酱，吃了一个草莓酱三明治。那其他同学呢，也急忙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啊，把喷到教室各个角落里的草莓酱都拿过来呱唧呱唧的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那这个时候呢，幸运对这个恐龙老师说：“恐龙老师，谢谢你。”然后这老师说：“啊，你怎么叫我恐龙啊？”啊，幸运不好意思地说：“哦，因为你的名字听上去特别像恐龙。”那恐龙老师啊就笑了，说：“其实啊，你说的没错，从小啊就经常有人管我叫恐龙老师，但是啊，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因为别人开始以为我是恐龙啊，但是见到我的时候，发现我这么斯文，这么温柔，哎，这个鲜明的对比会给他留下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可能还会因为这样想跟我交好朋友呢啊。”这个时候呢，当大家把草莓酱都吃完以后，这个火山呢也慢慢的瘪了下去，教室又恢复了常态，但是调皮的兔精灵又偷偷地跑到老师那里拿到了那个写着二的卡片。他问同学们：“你们觉得二形状像什么呢？”啊，有的同学说：“哦，像小鸭子。”啊，有的同学说：“这个二像一个弯弯的小钩子。”兔精灵说：“不对，我觉得二的形状啊，很像一个脖子长长的长颈龙。”
就在他这样说完以后，突然卡片里面响起了长颈龙哦哦的叫声，紧接着啊，那个卡片里探出了一个小小的绿色的脑袋，正是长颈龙啊，长着尖牙的小脑袋，紧接着是它长长的脖子，是它大大的身体，最后竟然有两只巨大的长颈龙从卡片那个小小的洞口当中进到了他们的教室里面。这个幸运啊，被这个长颈龙挤到了墙角，而且很不幸，正好是被长颈龙的屁股啊顶到了墙角，它挣扎呀挣扎呀，怎么也挤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周围的同学都想来帮助他，说怎么把他拉出来呀、啊？要把幸运赶紧救出来才行啊！兔精灵说了，说能够制服长颈龙的道具，其实就在我们的数字卡片上，那个3和4，如果你能够发挥想象力，它就能够变成制服长颈龙最有力的武器。我的故事就先讲到这儿了，谢谢小朋友们，谢谢，谢谢。好，同学们，请表态。哇，都很喜欢，有人还拿了两个牌子出来，我很喜欢，还要给他点赞。好，请放下。啊，葛静老师，我觉得这节课特别特别有意思，能把课上得这么好玩，一定是通过了您不一样的想象力才做到的。那是什么能够让您一直保持这样一颗童心，创作出这么多的作品呢？你看您已经50多本书了，对不对？因为我是像你刚才介绍了，我是9岁就开始写作了，所以我觉得我是很好的把我小的时候那个写作状态一直保留了一部分在我的心里，所以到长大以后，我依然可以以一个小孩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当你有了想象力，枯燥的数字也能够变得非常的有趣，变得非常的神奇，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写作的一个一种收获吧，一种快乐。那也希望葛静老师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多这样好玩的作品带给孩子们，让他们爱上自己的课堂。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葛静老师，谢谢满哥哥，谢谢小朋友，谢谢，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好听的魔幻故事，它的名字叫做妖精的丰厚酬谢。让我们请出贾维老师，掌声欢迎他。800多岁古木廊桥的阁楼上，有一天，妖精。天哪，这古桥上住着妖精的传说流传了一代又一代。传说800年前，这阁楼刚刚造好的时候，妖精便住了进去。传说妖精性情古怪，又传说每100年，妖精会在朗朗月光的深夜跃入江水沐浴一次。古桥上的行人突然间稀少了，哪里敢有人踏上阁楼半步呢？这天，不知道哪阵风把第一张告示吹走了，阁楼里又悬下一张新的告示，求助。亲爱的人们，我是古桥阁楼里的妖精，我现在需要帮助，十分十分需要。如果您能帮我，请您敲6下阁楼的门，我会给您丰厚的酬谢，50锭金元宝，100匹上好的丝绸，38颗夜明珠，满足你最想做的99件事。恐惧夹着好奇一同向人们袭来。古桥上的算命先生掐指一算，当你敲响阁楼的门，门咯吱一声开了，一张你想象不到的丑陋的脸浮现出来，一只手伸出来把你抓进去，然后你就成了妖精的一顿晚餐。天哪！但是人们却迟迟不肯离去，为什么呢？因为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念着那些告示上的酬谢，50锭金元宝，100匹上好的丝绸，38颗夜明珠，仿佛每念一次，那酬谢，那宝贝便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这一天呢，人群中挤进来一位眉心有颗红痣的少年，
他脚步匆忙，匆忙的没有看一眼悬在窗户上的告示，便噔噔噔的爬上了楼梯。哎，小伙子，快下来，别贪财，别贪财，钱乃身外之物，小伙子性命重要啊。少年微微一笑，咚的敲响了阁楼。哎，少年的脚下顿时鸦雀无声。咚咚咚咚咚，阁楼的门打开了，一只手伸出来，这只手像刷了五颜六色的油漆，一把把愣在门口的少年拉进去。眼前的妖精，五颜六色的头发，五颜六色的裙子，五颜六色的鞋子，更可怕的是他有一张五颜六色的脸。你真的是来帮我的？是。你不怕我？说实话有点怕。少年用微颤的声音说，你一定是来帮我的，对吗？嗯，我能帮你做什么呢？请你帮我打盆水。打盆水？嗯，请快点吧，我实在等不及了。妖精说着，一把把少年推出门外。少年跑下阁楼，打了一盆清冽冽的江水，又返回去了。哎，这小子准完蛋，人们猜测着。哇，好漂亮的水，好清的水呀，妖精说着，挽起衣袖洗起脸来。当妖精抬起脸庞，呈现在少年眼前的是一张清秀而白皙的脸。原来正如传说中的一样，妖精每100年出阁楼一次，每100年在一个月光朗朗的深夜跃入江水沐浴一次。而最近的这次呢，江面上铺满了五颜六色的东西。哦，我知道，那是霓虹灯。每当夜晚，城市的霓虹灯会把每个角落都染得五颜六色的。少年说，是啊，江水也被染上去了，我也被染成了这副样子。那你为什么不去洗洗呢？哎呀，小伙子，我100年才出阁楼一次，你叫我到哪儿去洗呀？少年不好意思地笑了。妖精打开柜子，开始一锭一锭地往外拿金元宝。嘿，那金元宝啊，散发着诱人的光泽。你帮了我，我当然要酬谢你。你帮我，难道不就是为了我的酬谢吗？妖精说。酬谢？我不要你的酬谢。少年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卷纸。原来那正是妖精被风吹走的第一张告示。求助。亲爱的人们，我是古桥阁楼里的妖精，我现在需要帮助，十分十分需要。如果您愿意帮我，请您敲六下阁楼的门。1007年1月5日。少年说，虽然已经过去5个月了，但是您十分十分需要帮助，所以我还是想来看看。好了，事情做好了，那我走了。当人们看到少年安然无恙地从楼梯上走下来，全都目瞪口呆。哎，小伙子，妖精让你做什么？打一盆水。打一盆水吗？打一盆水，仅仅是打一盆水吗？小伙子，请等一等。阁楼的门又打开了，你还没有带走我的酬谢呢。我不要什么酬谢，只是小事一桩。
嘿，难道你想让我做一个不守信用的妖精吗？妖精说着，向少年微微吹了一口气，那金元宝啊、丝绸啊、夜明珠啊，便呼的全部堆在了少年的脚下。还有，我要满足你最想做的99件事情，快说吧，快说吧。那第一件，请你把这些金元宝都收回去。第二件，把这些丝绸也都收回去。第三件，把这38颗夜明珠也收回去吧。至于第四件嘛，我希望有空到你的阁楼里坐坐，听你讲几百年的故事。第五到第99件，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吧。妖精叹了口气，那些金元宝啊、丝绸啊、夜明珠啊，便倏地飞过人们的头顶，飞回阁楼里去了。妖精的脸上顿时绽开了一朵粉红色的花。当阁楼的木门咯吱一声关上，人们方才醒过神儿来。只是打一盆水吗？只是打一盆水，怎么会只是有一盆水呢？仿佛受了巨大的刺激，人们的嘴巴里就只有打一盆水啦。800多年的古木廊桥上，每天都有一波又一波的人扬着脸看着那阁楼的窗户，他们都期盼着窗户里又悬下新的告示，期盼着妖精又需要新的帮助。可是这妖精需要人的帮助，是几百年才会遇到的事情啊。谢谢大家。啊，谢谢。你们喜不喜欢这个故事呢？请表决。哇，好多人都拿2个牌子啊，好喜欢这个故事，是不是？好，请放下。那非常感谢贾薇老师带给我们这个好妖精的故事，谢谢您，谢谢，谢谢贾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好，两个故事之后，现在大家可以放松一下，让你们放松，但是眼睛要擦亮喽，因为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非常精彩的魔术表演送给大家，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表演嘉宾魔术师李翔老师。那么今天到现场呢，你可以看到了，我拿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小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就拿这么一个小方块就给我们变魔术了。对，而且这个小方块还非常不一般，小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一下，上面印着我们的芝麻开门，定制版的，定制版的，对，特意为我们的节目定制版的。那么这个木头跟这根绳子能够发生什么样的魔术效果呢？好，首先我想考一下现场的小朋友们，现在一个木块一个绳子，对不对？如果我现在像这样把它倒过来，这个木头是不是会掉下来？对，翻过来它还是会掉下来。好，你们谁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哦，有很多小朋友非常聪明，他们说的是地心引力，对吧？好，那您知道吗？实际上在魔术的世界里啊，魔术师会打破很多常规，只要我们像这样，它就可以停在空中了。哎，等会儿，看看我有没有按照芝麻老师，对不对？哦，对。好，现场小朋友，你们也可以看一看，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这个神奇，你们就太小看魔术师李翔了。为什么？因为每当我说走啊，他就会走。每当我说停，他就会停。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试一试？或者芝麻老师，您也可以试一试。等会儿我就有一个小要求，我想摸一下这根绳子。可以，没问题。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什么颜色，感觉上也没有抹油，也没有刹车呀。对呀，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说一下，让他走，试一试。我们来试一下，预备，起，走。你发现他不听你们的话，对不对？因为在这个节目里啊，我们每一个小魔术师，你们要想让他听你们的话，你们一定要说一个咒语。那咒语呢，实际上我已经提前写在我们的小木块上了，是什么呢？一二三，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来，一二三，芝麻开门，说走，走。哎，说停，停。哦，那关键问题来了，对不对？可能很多人会说，哎，你们魔术师的东西都不让人检查，都不让人动，对不对？
芝麻老师，您用您最专业的方式检查一下这个东西，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对，那么这个呢，是今天我要送给现场所有小朋友以及我们芝麻老师的开场小节目。接下来我还有更精彩的节目送给你们。首先呢，芝麻老师今天是这样，把扑克牌打开。好，请您帮我做一件事情，好吧？好。来，扑克牌正面没有问题，背面也没有问题。对。接下来呢，您代替现场的小朋友，帮我从里面随便拿一张出来。随便拿。对，您记住，完了现场的小朋友们要记住，就是不要让我看到，好吗？转过去啊！我转过去，我肯定不会偷看的。咱们看一眼啊。记住了吗？记住了啊。好。好，哎，请您把这张牌放在整副牌上。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像这样简单的把牌切一下以后，那么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灯泡呢是一定要连接电源才可以点亮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还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口袋。好，郑老师，现在请您帮我做一件事情，把灯泡帮我放在口袋里。那么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对，哦，这不就绝缘了吗？对，是绝缘了。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呢，是要像这样把我们的这些扑克牌，简单的像这样分成一二三，分成三份。今天现场的灯光稍微有一点点亮，所以呢等一下请现场老师帮我把灯光稍微调暗一些，完了我们用灯泡去找到刚刚我们所选的那张牌。好，灯光，哎，你怎么一拉手灯光就暗下来了呢？啊，这个是当时跟导播说好的。好，来，行，很神奇啊。小朋友们千万不要眨眼。好，那么我特意让芝麻老师拿着这个口袋，就是为了你们怀疑我会碰到它。好，接下来慢慢的去感受一下。哎，没有。哎，也没反应。这里边也没有，难道在这里面吗？啊，亮了。芝麻老师，您还记得那张牌吗？记得吗？记得。记得。什么呀？是这张九吗？对。好，那么这个魔术非常神奇，对不对？好，如果现在我告诉你们我的表演结束了，那么就太不好了。为什么？因为你们还不知道灯泡为什么会亮，对不对？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这个灯泡为什么会亮。实际上呢很简单，在扑克牌跟灯泡中间有一条非常非常细的线，细过了我们的头发啊。对，不要给我弄断，千万不要给我弄断。对，没有啊，这吹跑了，吹跑了，吹跑了，这还绑着带呢。 对，吹跑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告诉你们，在我兜里边还有一样东西，剪刀，对吧？好，等一下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像这样把这条线。线呢？能看到吗？没有啊。仔细看一看，就在这里有一条线，能看到吗？你都离这么近了，我没看到啊。啊，这其实这条线呢就是只有魔术师才可以看到。纳米级的。对，拿过来以后。好，那么接下来小朋友们千万不要眨眼，来绕一圈。哎，好，线剪断了。线剪断了。对，就在一瞬间灯就灭了，快到比闪电都要快。好，检查一下小小的灯泡，看看有没有问题。对，扑克牌没有任何的问题。好，谢谢今天带上所有的小朋友们，那么我的魔术表演到此就结束了。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的秘密，就要问你们非常非常聪明的芝麻老师了，他什么都知道。谢谢你们，我们掌声送给魔术师，好不好？故事是童年的陪伴，故事是成长的教练，故事是一场梦，故事是真实的生活。我喜欢写故事。我喜欢写故事。我喜欢讲故事。我喜欢讲故事。我喜欢讲故事。故事大会精彩呈现。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下一个主题，也就是我们的下一个故事了。畅夏老师你好。你好。从小就写科幻小说，对不对？对。现在还把科幻小说、科幻故事讲给孩子们听。那今天您要为我们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幻故事呢？是一个非常惊险的吃人迷灵的故事。哦，好，接下来就有请超侠老师为我们带来《少年冒险侠之吃人
倪琳，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家乡有一片非常美丽的森林，那里的树非常高，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青青的青草，然后呢森林里面呢还有非常清澈见底的小溪，小溪里面有很多五颜六色的小鱼在那游来游去，这个地方啊真是太迷人了。有一天呢，我就和我的小伙伴们去森林里面去探险去了。我这几个小伙伴呢，第一个呢叫做老大，第二个叫老二，第三个叫老三，第四个叫什么？不对，第四个是个小女孩，所以叫小四，是吧？然后我们五个人呢就一块就去森林里面了，我们就唱着歌啊，我们要去大森林，我们要去大森林，今天心情非常好，今天心情非常好。一片非常非常广阔的草地，然后在那个草地旁边那个小溪有长长的流水声，然后老大就说啊，哎呀，我们走了那么久，我们好饿啊，我们应该捉一条鱼吃一下啊。我说大家就拍手啊，好啊好啊好啊，大家都饿了。然后他就拿出鱼缸，然后就在那钓鱼。突然之间呢，那个溪水里面就来了一个巨大的影子，然后就咬住了鱼钩，是一条很大很大的鱼。老大就跟他拔河啊，就想把鱼拉上来，结果一拉，结果就拉不上来。我们就来帮忙啊，我们就一人每个人都在他后面帮助他拉。突然间呢，我就发现我的手上有黏黏的一种东西，然后像一些泥巴，然后可能是不注意在哪擦了泥巴了，然后我的手一滑，结果老大就被那条鱼就砰砰就拉到河里边去了，然后就突然之间就那条鱼就拉他就马上就游走了，就不见了。哎呀，我们就感到很害怕，说怎么办，老大被这个大怪鱼给拉走了，我们就赶快把他给救回来啊，我们就赶快出这个森林里面去啊。然后我们就拿出手机，我们先打电话给大人，结果我们把手机拿开一看，手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信号。哎呀，那怎么办，我们就只好赶快跑出这个森林里面，我们就顺着原来的路啊就走啊走啊走啊，哎，怎么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又走回原地去了，哎，这个路一直是直的呀。然后我们再走再走再走，哎，还是又回到原地了，难道我们已经迷路了吗？我们就感到很恐惧。这时候太阳已经渐渐的落山了，然后大家肚子又非常非常的饿。老二就说啊，哎，我刚才好像看到有只兔子，我们应该把它给打了来烤了吃当今天的晚餐。他就拿出弹弓，就对着兔子就啪一下子，那小兔子就嘣。然后老二呢就把那个兔子拿出来了，就烧了一堆火，然后就在那烤。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你们知道吗？这只兔子已经烤熟了，对不对？应该是可以吃了。可是这只烤熟的兔子居然从火上跳下来，然后就跑了。啊，老二就说怎么回事，这么烤熟的兔子怎么会跑了呢，太奇怪了，我的天哪。然后他就往里面去追啊，突然这个兔子就转过头来咬了他一口，就拖着他的脚就拖到那个草丛里边就不见了啊。然后老三还有小四还有我就吓坏了，说怎么回事，一只烤熟的兔子怎么还会把一个活人给他叼走了呢，这不是反了吗，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没有任何科学规律可循啊。然后我们就感到很害怕很害怕，我们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走出这个森林。然后我们就拿出手机，手机上有指南针，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一看，哎，我说往这边走，然后那个老三就说往那边走，那小四就往那边走，哎，我们一看都不对啊，就每个人的指南的方向都不对，指南针难道全都坏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随便找一条路，我们就顺着这个方向就走过去，应该就能走出去。然后我们就往
森林里面一直走，一直走，走着走着，我们就突然听到了，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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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是什么声音吗？是蚊子的声音，嗡嗡嗡，它就来了一群蚊子，有这么大，有这么一大一圈。那老三就说啊，蚊子来了，我得把火拿出来烧这个蚊子，把这边的这个树烧起来，然后这个蚊子就不敢过来了。然后他就拿打火机在地上一点，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一烧会烧起森林大火了，我就赶快踩踩踩，就把那个火踩熄了。然后老三说不行，我还要点，然后就点点点点，我就踩踩踩踩踩踩踩，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个火全部踩灭了。这个时候那个蚊子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然后我们就赶快跑啊，老三就拿着火说我不怕，我要把这些蚊子烧掉。然后他就拿着打火机就冲过去，结果那个蚊子就把他整个都包围住了，然后就把他带着他就飞到了天空中，然后就不见了。啊，那怎么办？现在就剩我和小四了。然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的小伙伴一个一个的都消失掉了？然后小四就是个女孩，她就很害怕，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出不去了，我们怎么办啊？就是因为有这些花花草草在这拦着我们的路，我一定要把这些花花草草给打坏，然后我们才能打出一条通道去。那他呢就拿着木棍，他就到处打呀打呀打呀，就打这些花花草草，就打出一条路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一个巨大的影子在他后面出现，原来是一条这么粗的蟒蛇，然后一口就把它给吞掉了。啊，就吓了我一跳，我就赶快跑，我就跑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了。我就在那喘息喘息，突然之间呢，我就看到前面来了一只小松鼠，小松鼠的腿受伤了，然后它就一瘸一拐的走过来。啊，如果是老大老二老三看到小松鼠的话，他们肯定说啊，这个东西太好吃了，他们肯定会去吃。但是我就没有吃，我就把小松鼠抱过来了，我就拿了一片创可贴，把它的伤口给它包扎住了，小松鼠的腿不流血了，然后小松鼠就顺着那个草丛就往里走。然后我就说，小松鼠啊小松鼠，你能不能带我走出这片恐怖的森林，我求求你了。然后我就跟着小松鼠走，小松鼠突然就转过头来，跟我点点头啊，然后我就往前一走，才走了两步，突然那个草就分开了，外面就是我们的公路，我已经走出去了。啊，我就觉得非常奇怪，这是为什么呢？然后我再仔细去观察那个这片森林的土地啊，上面有很多很多小颗粒，就是黏黏的一种东西。哎，我一想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就赶快拿出手机，哎，已经能上网了，已经走出这个森林了。一查，哦，原来这种东西啊叫做黏菌复合体，它到处都在，在这个森林里面的各个地方。然后呢，它们就像电脑网络一样，然后结成了一个巨大的神经系统，然后它们就是把整个森林连接在一起，它们是有智慧的。啊，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个森林它是有思想的，有智慧的，它是能通人性的。如果你对它不好，你要放火烧它，你要吃它里边的那些动物啊，它就要把你反而把你吃掉。如果是你来拯救它，小动物受伤了，你去帮它治疗的话，它就带你走出这片神秘的森林。然后我就把我的双手就放在地上，然后让那些黏菌复合体慢慢慢慢地爬到我的身上，我就慢慢地用我的意念告诉它说，请你放了我那几个小伙伴吧，他们是无辜的，他们因为不懂要保护森林，要热爱森林的这种思想，所以呢他们得罪了你，现在希望你行行好，放了他们，以后他们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哎，我刚这样想完，我的意念传导到这个森林里面，突然之间呢，老大就从森林里面慢慢的就爬出来了，他身上衣服什么都被大鱼给咬坏了。哎，老二本来是被那只兔子叼走了，对不对？那他也爬出来了，他身上全是兔子的口水。然后老三
老三是被蚊子带走的，对不对？然后突然之间老三就从天上掉下来，脸摔得歪歪的，给他了一点教训。小四呢，小四是打花花草草，对不对？破坏森林，然后呢草丛分开，他就从里面慢慢地爬出来。然后他们说，我们已经知道了，原来这个森林是有思想的，如果我们去破坏它，我们对它不好的话，它也会来惩罚我们。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起唱着歌就回家了。我们走出大森林，今天都有好心情，拜拜。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啊，好不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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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夏老师。好，请亮牌。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哇，有很多人，还有人还举了两个牌子哈，很喜欢。好好，请放下。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些问题来问问超夏老师好吗？好，您请。好，那您创作了很多的科幻作品啊，而且很多是面对小朋友的，您认为科幻的定义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什么样的作品才叫科幻作品？其实科幻很简单，科学加幻想，对不对？我们一定要一只脚站在坚实的科学的基础上，然后在这个科学基础上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想象幻想，它对现实也有一定的反应。非常感谢我们的超霞老师，今天啊，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科幻的方式为我们揭开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道理，让我们再次感谢他，希望他把更好的作品带给我们，谢谢。好，再谢谢，谢谢超霞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汪月涵老师，有请。小朋友们好。在海南岛有一个城市叫海文，海文市，海文市有一个小朋友叫小文，他12岁，学习成绩特别好。有一天啊，他跟着爸爸一起到海里打鱼，一不小心掉进了海里，看到了一个用红色珊瑚石围成的巨大的漩涡，还没来得及想，他就被漩涡吸了进去，来到了另外一个星球。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的一切景象都跟地球完全不一样。他看到了一个白丽星球的公主叫古牙，很可惜古牙说什么他听不懂，他说的是白丽星语。但是他发现古牙戴着一个红色珊瑚的项链，而小文戴着黑色珊瑚的项链，他们俩手拉手的时候就能懂得互相的语言，这里面一定有一个神奇的渊源。古牙特别热情，他带着小文一起来周游白丽星。突然古牙头痛欲裂，原来他的爸爸古帝在给他发信号，说白丽星球遭受到暗黑势力的暗灰王来袭击他们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那个星门被打开了，原来刚才那个红色珊瑚围成的漩涡就是星门。古帝就是这个白丽星的国王，他见到小文以后就告诉他，白丽星以前有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故事，在很多年以前白丽星就遭受到过暗黑势力的侵袭。为什么要侵袭他们呢？主要想掠夺他们的矿场资源，叫力矿。力矿是宇宙的核心能量，有特别特别多的功效，比如它分离出来的力水就是白丽星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是他们唯一的食物。比如分离出来的力油可以作为他们的燃料，让白丽星人进入外太空去建太空站，然后还可以有其他很多功效。还有比如说它擦拭在那个重大的重型武器上，可以让火力增加100到1000倍。小文听说暗黑势力来攻打他们就很难过，因为是因为他带来了这些灾难，所以他想来帮助白丽星对抗暗黑势力。他想回到地球来寻找帮助，因为小文的叔叔周武是重型武器专家，所以他就带着小文就带着古牙一起重新穿越了星门，回到了地球。可是古牙是绿色的皮肤蓝色的头发，然后到了地球一下子就遭到了地球人的围观，地球人还把古牙送到了医院去扫描他的大脑和他的心脏，发现跟地球人的构造都不一样。小文赶紧带着古牙就逃离了医院，
就找到了他的叔叔周武。周武呢，重型武器专家，他就带着他的特种兵和重型武器一起又重新穿越了星门，来到了白丽星。就是因为在力游的帮助下，而且他们又寻找到了白丽星有一个重大的古堡，古堡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磁核武器，他们用力游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都擦拭浸泡，然后所有的武器都有100到1000倍的火力，但是地球和白丽星之间的那个星门必须关闭，否则暗黑势力还会来侵略他们。但是如果关闭了，古牙和小文就再也见不到了。而且古帝告诉了小文一个秘密，古牙的妈妈是白丽星人和地球人的后代，她是红珊瑚的守护者。小文的妈妈也是白丽星人和地球人的后代，她是黑珊瑚的守护者。只有这两个珊瑚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能互相懂得对方的语言。那么星门被关闭，小文和古牙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他们想再见面怎么办呢？古帝告诉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星球叫迪百星，乘飞船过去的话要花的时间相当于半个世纪，但是他们说好了一定要去赴这个世纪之约。你们喜不喜欢这个故事呢？请亮牌。哇，特别喜欢，都想继续听，是不是？好，请放下。我想问一下现场的小朋友，针对这个故事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汪老师的？我觉得这个珊瑚有可能会开启一个虫洞，就是不必让他们再坐那个飞船，要跨越半个世纪才能让他们遇到一块儿，有可能就根据这个虫洞就直接到那个星球了。哇，曲率飞行是吧？你的科学知识很厉害，厉害，厉害！好，谢谢汪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其实不管是科幻还是魔幻，我相信只要这个故事带给了我们能量，带给了我们帮助，带给了我们全新的认识，他们就是好故事。我们都喜欢听好故事，对吗？对。相信通过今天的故事大会，大家也对魔幻故事、科幻故事究竟有什么不同有了自己的认识，也希望有更多的好故事带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今天的芝麻开门故事大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